看没看见我。应该进来了吧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起码是看吧，反正他们是想买货，但是他不买好东西。对，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已经跟你的朋友联络上了，他以前已经在进了。我跟哪个男朋友说，我说你回去做工作，反正是做成了，我给你改正。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点